整人红不让。哎，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对我们这个单元来讲，其实说给我们很多这个关注的眼神呐、啊。他们关心我们剧情如何的安排。是是是，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啊，一位是这个于小慧，另外一位是林金城。今天我们的主人公竟然是整、哎、整谁呢？今天、哎、今天啊，我们这个剧情是峰回路转，感觉上好像是整某一个人，整林金城，但是我们事实上要整的还是于小慧。姚大伟的 Part 2 到底怎么样呢？来，马上看我们的整人红不让。整人红不让今天又有新把戏喽！制作单位先跟于小慧串通，到于小慧跟主持人共同来整林金城。方法是林金城要穿上一件遮头遮脸的老虎皮，演出即兴短剧《金虎松打虎》。剧情安排：于小慧必须跟主持人拿大铁锤重打林金城，打到林金城翻脸为止。今天呢，台湾红不让给我的任务呢，就是要整一下我新的师弟明金城。怎么整他呢？等他演老虎的时候，我就可以一直扁他，一直扁他，一直扁。虽然我很不行，但是怎么办呢？就是上节目嘛，没办法，然后扁到他翻脸为止。OK， 不过想他应该是不会翻脸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整一下我们公司的男生了。明金城，我来了。而实际上，制作单位真正的整人计划是要林金城来整于小慧。当于小慧跟主持人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欺负林金城之后，林金城将大翻脸、特翻脸，翻到于小慧哭红了双眼。现在于小慧她满脑子以为她要整我，其实现在谁整谁还不知道。待会我就要让她下不了台，我发飙，然后让她很难过，最后还会哭出来这样子。到底于小慧是如何从整人而变成被整？被整之后又有什么爆笑的反应呢？整人红不让，请看。我们这两位特来宾啊，他们这个同门的师姐弟啊，大家看起来像师兄妹啊。事实上呢，男人力是比较大的、啊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欢迎明金城、于小慧。大家好 ，Hello。这个两位啊，都算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常客了。今天这个1998年呐、啊，也就是这个虎年呐、啊，已经到来了。我们希望带来一样这个跟虎有关的这种剧情的剧。两位都是戏剧的高手吧？哎呀，对，哎，这一位在我们的友台演的这个是是一家都是猪的那个，是不是？哎，林金城呢演的那个四千猪啊，也是演。今天来了，我们就来应应景，对不对？新年的开始呢，啊，我们就来当跟虎有关系的。但我想，这个所有的这个年轻朋友吧，或者老一代人呢、啊，能够知道跟虎有关的剧情呢，那就不外乎是虎姑婆了。虎姑婆只有小孩子童话故事他们会看得到，都知道啊。哎，还有什么？没有，武松打虎。哎呀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我知道。西门庆、潘金莲、武大郎。潘金莲，其他三个角色我们。但是我们三个来讲，这就很难了。不过，因为您现在目前在戏剧界发展，我们俩算是已经生疏很久了， okay. 所以一开始演老虎，我们怕演得不胜任了，叫我演老虎，演老虎嘛，这理由都太牵强了。怎么样？你说吧，就三个角色啊，老虎、武大郎、西门庆、武大郎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好演，不好分配，不好分配。你演老虎谁了？就是你了哈，狐狸呀虎，好不好？狐狸呀虎，老虎也没你老虎，不是你先委屈一下。待会如果说我们在有第二遍、第三遍的这种剧情的时候，我们看再来换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大概可能都会轮到机会演老虎，对呀，好吧？对呀，但是外套脱掉比较好演，会热真的，会热，我怕你长痱子。现在进行整人计划的第一步骤，主持人故意为难林金城，要他穿上这件丑不拉几的老虎皮，林金城也故意装成饱受委屈的样子，让满脑子想整他的于小慧落入被反整的陷阱。这件会不会太小件了啊？会不会太小？你有没有饿了吗？没有了。好，来，现在我们紧张刚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潘金莲跟我们这个西门庆两个谈情说爱。好 ，Camera， 金莲，今晚月色如此
如此明亮，满天星斗，很高兴跟你来后花园重新叙旧，让我们一叙前缘。我觉得跟你前辈子一定认识。说话。不知道除了月色以外，你还能说些什么？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。在这边，我只是你讲点跟武大郎有关的剧情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大郎怎么在？我要怎么亲你啊？对啊，你这样对啊。拜托你 ，OK？ Please。不是，你们两个老虎很辛苦的，重点是老虎嘛，对不对？你讲月色干什么呢？对不起。你要趁他不注意的时候，你要亲吻他。知道吗？这时候老虎又现身了。哦，这样子。哇，出来 ，OK。要闻到再现身，还是没有闻到就现身？所以你高兴，所以你高兴，好不好？一啊，嗯，闻到再现身啊。哦，好的，好，对对对，我忘了。好了，预备 ，Action。今年，今晚月色明亮，鸟语花香。晚上还会鸟语花香啊？晚上鸟都睡觉的啊，对啊，预备 ，Action！ 今年，今晚月色明亮，鸟都睡了。我们再也不要害怕武大郎的这个骚扰。你快带我走吧。去哪里啊？我不知道。今天我们在这后花园，也不要再害怕，有我在。西门庆，我怕什么武松武大郎？他们两兄弟再也不能够成为任何的阻碍了。来吧，救命啊！老虎！大胆老虎！救命啊！武松，大胆的西门庆、潘金莲，趁我哥哥不在家，我没有，竟然偷起情来。对对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没有。好，偷情，不要脸！救命啊！我连你跟猛虎就一起解决了，居然被我抓奸在床。哎，什么？你抓什么？我哎，你是这样吗？啊！但是呢，今天老虎在说，对，奸夫淫妇，你不要讲话了，你。老虎会讲话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今天呢，让你们自己来解决他。来，拿着。不要。这个先谢了这位壮士，谢了。加死你！好，这里完了。来，掌声鼓励鼓励啊！哇，怎么样？演得很好，演得不错，可以，都演得不错。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把老虎给演得那么火啊，栩栩如生啊！是，来，换你了。哎，不，刚刚我演西门庆嘛，我们轮流演三拍了，现在换你演西门庆，好不好？哎 ，OK， 哎，那我演武松，你演武松，好，好。对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还是演潘金莲，麻烦你。一轮的打虎暴行，于小慧心软不敢用力，而明金城也装作无所谓的样子，好让于小慧有再一次的动手机会。同时，制作人也上前暗示于小慧出手再狠一点，争起来才有效果。其实，真正的目的是要给明金城制造翻脸的借口。那现在就是我演，你演我演西门庆了，你演西门丁，好不好？武松，好，来，预备啊，来，预备，这个是景阳冈哈，景阳冈，预备 ，Camera， 哎，金莲，想不到我们有这样的时间、这样的机会在这里偷情，在这里好好定下我们的终身，在这里好好的。不要害羞，金莲。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老虎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老虎！快救我！西门庆，你快
救我！救命啊！哎，救命！救命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，你这是万恶的老虎！武松，不是武大郎，你这是万恶的老虎！老公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西门庆，你跟我老婆在干什么？对啊，先解决重要的。啊，好，你会讲话？哼，娘子，老虎通人性啊！我打到你没人性。啊啊啊！好，处置完老虎之后再处置你。哎，不不不，老虎老虎活回来了，快点！来快点！啊！今天我怕老虎，我怕老虎，我怕老虎。救命！你趴在地上，你趴。哎，不是，哎，等一下，啊，等一下，赵天，啊啊，你是感冒是不是？啊，叫什么声音啊？赵天，漂亮，啊啊，赵天，要完了，那死了，打死了，我打死了，他因为在，死了死了，你死，你赶快死，你死，你赶快死。是，哎，好了，我这戏到什么演完？要打到老虎死才完呢、啊。哦，这样子。你们看过？你们看过井冈冈武松打虎？你打到老虎奄奄一息啊？有，我已经，我刚刚已经奄奄一息，我已经奄奄一息。好，那就算已经死了噻。对对对，好，好，结束了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咱们两段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角色易换。好，来来，剪刀石头布来。我们很公平啊。剪刀石头布啊！哦，我已经扮两次老虎了，还没有，这个所以猜拳你不见得会输啊。第二轮的半打老虎，于小慧打得痛快，而明镜城已经在酝酿翻脸的情绪了。现在主持人又在凹明镜城演老虎，明镜城百般无奈的答应，他已经准备在下一波挨打之后让大家难看，让于小慧痛苦。你看，也西门庆。他是潘金莲，知道吗？好了，老婆听不到啊。好，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角色易换，西门庆，在这儿。啊，对对，反应不错。潘金莲，嘿，你是天，把我的马子啊，天生你血液里面就有这样的啊成分在。不要喝我的历史哦。哎呦。哎呦，你西门庆很溜哦，别说黑话。我跟你学的。好了，准备了啊，来，预备 ，Action！ 金莲啊，昨天晚上天气不错，我想了很久一件事，不如就许配给我吧。我们就这就地解决。怎么好意思呢？但是你要低一点，因为你太高。你在干嘛？牙齿痛啊！啊啊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哎，不要怕，我来保护你，快保佑我，保护我！啊啊！走开！啊！武大郎，好啊！西门庆，怎么样？你又拐我的太太。就是要跟我走，怎么样？相公，放手了，相公。他长成这个样子啊！哎，老虎出来了。今天啊，今天我武大郎，我不来这个消灭老虎，我要叫你们自己动手。来，哎，消灭他！快，师门请救我！打死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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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用力！用力！用力！打死你！用力！打死你！让开！怎么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个，对，还没有完啊！我觉得不好玩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哪个不好意思？因为条件达到，这个，对不对？我觉得。怎么样？啊？不是，怎么样？可不可以休息一下？我换角色，换角色啊！换了，换人演。
我们换那个小慧来演老虎。我不要。不是啊，你他要脱掉，我不知道怎么接啊。那他要马路完嘛，刚刚没 ending。我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不要这样了。别，我休息一下好不好？怎么？你这头痛？啊？是不是打得不舒服？不是，是不好玩嘛？怎么会变这样呢？对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各位不好意思啊。没有，明仔刚刚是在骗你，刚骗的是整人的单元。啊？刚刚是在骗你的。对啊。这是整人游戏啦。当红不让的，这个单元是整人的，你没看、啊、没看过我们节目啊？哦，这样子吗？我们。啊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啊！好了，不要。干嘛在气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生气？不会，他不会生气嘛，他只是累了。对啊，好笑的，好笑的。哦，整红了，哎。那整完了吗？不是啊，问题是你还在生气，我们就没有啊，整完了吗？啊，小慧，你安慰他一下，男女好朋友，你们没有没有没有，对啊，你们同一家公司的，没有没事。小薇之前知道的，我们对，其实对不起，我们讲好一集，对啊，对不起，我们先拍张照算了，哎，拿着，不是因为这样很好玩呐、啊，你还做好，又不是故意的啊，不是故意的，好不好？没有了，没有，我可以吗？休息一下，不是要那个吗？你呀、啊，我们要先结束 ending 吗？对，录完我们就收工了。啊，宝贝，你好了，好，我了解他，好，你休息一下，我你一下休息一下就好，好不好？你喝个水了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不是，这很奇怪。我了解你，这真的很奇怪。不是，我了解你、啊。不好意思，是，所以我，不是，我了解。对了，我是新人，可是，你知道吗？你休息一下，马上进来，好不好？你瞧好了，你把心情瞧好之后马上进来，可以吧？这样可以吧？我了解，好不好？拍这个，乖。啊，拿，乖。一下去休，你瞧好，瞧好进来，好。你还说？我说，我以为他不会生气啊。你跟他私交好不好？嗯。你跟他有很熟吗？还可以啦，没有很熟，就是自己公司。那你说不熟就好了。不熟。对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你闯祸了吧？现在整人计划已经全面进入明京城反整于小慧的阶段，经过制作人一番面授情情教育之后。向场内准备发飙，于小慧即将面临人生最痛苦的一刻，到底她有多痛苦呢？稍等一会儿，整人后不让，不能不看。拍起来，录稳顶，没有，没事。录稳顶。不是、啊，我们再接一个后面。什么？我们还要接一下吧，要不然。不是我接了啦。不是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剪刀石头布，输的人穿就好了嘛，这样比较公平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吧？不用嘛，就不用穿，就 ending 就好。刚刚已经录成这样了。不是，我们现在就是后面再。不是，乃哥，现在呢，因为这要录完、嗯，我们现在就直接录 ending 就对了，不要再。不用再穿上来什么又要怎么接不用了嘛？不是现在不要穿嘛？刚已经那个啦，就是我们没有那个，我们没办法接啊，没有个尾啊。不是，对啊，导播，导播对不起，不是导播，我想导播不是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太过分了啦，我觉得这真的有点过分。好了，录一下而已嘛。其实你也知道，这个综艺节目太过分了，真的是。我跟你讲，没有人做节目做成这样。我跟你讲，没有这样太过分了。对不对？哎，你怎么不要这样子嘛？我跟你讲，不是没有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工作怎么样，对不对？
他妈他生活嘛，赚钱而已嘛，干嘛弄成这样呢？明哲，明哲。不要这样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两个不是，你看，小威也这样子，叫小叶来，叫小叶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没有必要为这样子，没有上节目也没有必要为这样。你就当他玩游戏嘛，你就当他玩游戏就。没有，我跟你讲没有啦，不是，我受不了这种。明金城突如其来的兽性大发，让于小慧当场花容失色，眼眶泛红。现在她为了挽救这场乱局，苦口婆心，哽咽哀泣地对明金城动之以情。然而，冷血的明金城是不会心软的，他决心整人整到底。马上再来看看于小慧还会遭逢什么样的晴天霹雳。可不可以不要？穿那个街好不好？没有，他穿了。来，明晨这样不够意思啊，明晨。不要给他穿。你刚才不够意思吧？他妈搭朋友那么久了。刚才说你他不要穿舞衣穿的。好了。不是，那我们还是要接一下那个嘛。不是，不是，还要接什么？还要接什么？我还要再穿舞衣就对了。没有，是不是？还要接什么？不是要接。哪个还要接什么？哪个还要接什么？你不用生气。对不对？好啦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子我们很尴尬，我们也是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我这样让我们尴尬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在做节目啊，因为我们也是在配合，配合吗？我们这边效果都很好，不是嘛？两个还要接什么？还要接什么？就刚才已经，这不是我不是制作人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冲着我，好不好？但是好玩嘛，我知道，那现在就直接录嘛，就说哦，我被整完了啊，好，大家哈嘻哈啊，怎么样？整完就录啊，就这样就好了。为什么还要穿虎皮呢？为什么还要穿？那你想怎么样嘛？啊，你想怎么样？你想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啊，大小是什么？我从头有没有大小声过你啊？我讲话声音就是这样。奶哥，我也跟你说道歉，对不起，对，因为我是新人，好不好？对，我是新人，我知道我这样，但是我已经很配合了。走可是不用再那个，不用再穿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何必那么大声呢？对不对？不是，我讲话就是这样子。你看我叫奶哥是啊，我讲话就是这样子。奶哥没有。不要叫还要穿吗？问于小慧嘛，他穿觉得怎么样嘛？问小慧干什么？问小慧干什么？好，穿啊，对不对？穿啊！接怎么样？从哪里开始接？于小慧，我不要听你讲，我听于小慧讲。什么叫听我讲？你叫我穿的人也是你。我现在要穿啊，我要接啊，要怎么样啊？不是，我听于小慧嘛，你说嘛，尊重她嘛，尊重女性嘛，对不对？于小慧，你确定要不要穿嘛？我不知道。你们家好像男女朋友，你在干嘛？我讲真的，我讲没有必要，就是说没有必要说为走这样子这样上。我已经很配合，了，对不对？于小慧，大家等你嘛，大家等你啊！你觉得说要穿不穿，你决定一下嘛。可不可以不要穿啊？拿着这样好不好？很简单嘛，就铺在这边，然后录节目就好了嘛，就这样子嘛。你就好好讲嘛，你在干嘛？是的，好了，那你好，来，我们坐一点，来，把虎皮收走，虎皮收走。让他们一人先休息一下，好了。啊？还休息干嘛？不用休息啦，直接坐一定就好了。不用休息了吧？来了，可以了，够了，可以了，真的，好不好？现在双方人马已经吵到没东西吵了，现场气氛显得有点尴尬。于是为了制造另外一波整人高潮，我们安排工作人员阿诺先生充当明金城的朋友出面打抱不平，当然最好是能跟奶哥大干一架，这样才会有精彩的结局。然而经常失败差点被 fire 的阿诺这次会成功吗？干嘛我很高兴啊，我们在录影奇怪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弄成这样子，啊？他谁啊？他朋友是？你朋友啊？你要叫朋友来干嘛？啊？没有啊，他妈！我不爽啊，不爽啊！我刚刚在里面看的啊，他就没意思嘛。不爽啊，弄成这样子啊。啊，我们没什么，哎，来，对，我们在录影，我们在录影。你们在整我，真是。早就穿帮了、啊。
节目的啦。阿诺，你给我出去。好，鼓励一下。哎呦，哎，这时候哭了，于小卫啊，我笑到哭了。所以我就喜欢他一出现，大家超懂，我全身都是汗。我就跟制作单位讲，不能找那阿诺来，那个嘴脸，人家看一次就记得他了，对不对？他长得那种歹徒脸，刚他一出来，观众在笑。出来观众在笑，然后他一看那个场面，越想越奇怪，然后他也可以想出这个人好像我认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像工作人员的。你长得就像工作人员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哎，你就这样才这时候才发现的，对不对？不是我是真的怕把他整到哭了，因为所以我今天也不敢太脾气太大，你知道吗？我怕跟他真的翻起脸打起来的话，他真的会哭啊。嗯，你讲讲心里面感觉好不好？下面洗三温暖，前面好像在洗热水，洗得好高兴哦，后来突然，怎么冷水啊？好过分，我帮你。对，讲讲讲。我全身都是汗，全身都是汗。对啊。而且一开始在录之前，我还看我的眼神是那种很抱歉。对啊，就是那种说，哎呀，今天不好意思，跟他整理了，不好意思。都眼神很明显，就是明显你。我还跟观众笑得很高兴，整他一直。刚才我们在里面在讨论的时候，他在看他的眼神，其实我有注意到，他眼神是。没有。而且为什么你知道？完全没有感觉到那种师姐在的情谊，没有知道吗？他眼神完全没有抱歉。在当红，哎，真的，我怕被他发现了。在当红不让这个单元里面是没有亲情、没有朋友的，没有血、没有肉的。后来你发现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怎么样？我想说他不会是这样的。后来你他妈躲到那边去，可是没有啊！最后那一幕啊，为什么这样子？身体是痛苦的，这表情是你们追我对不对？我觉得好糗哦。好，表现得非常好，要不鼓励一下来？谢谢两位。谢谢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配合，来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啊！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我们稍待会儿现场分享的。来吧，红哥。就是你啊！你还说不会，他们出来没怪笑。就是这些。